100. 好，我们现在盲注好像也涨到了25,000 NT 5万。我们的 Bonomo 有一个79。I believe it's 835。不同花在大盲。波多摩筹码略微 cover 对手。一 BB 也不抵抗，盖牌。直接盖牌，因为对于这个位置来说，97欧有点太差，不好防。所以我们现在奖金圈的第六名是690万，对，690万港币，差不多就650万人民币吗？还六？现在应该是0.85:1吧，应该，我来算一下，690万，大概是2600万台币的一个。两台兰博基尼的钱，哦，是吗？在台湾是这个价钱吗？差不多吧。一台多少钱？一台大概在台湾大概250万人民币吧，大牛。哦，这么便宜的吗？嗯，还也不算便宜啦，因为在大陆还很贵。啊，在大陆在中国的关税好像挺高的。对，在大陆 LP 610 Spider 是。450多万，落地要500多，所以非常贵。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解说阿童本身也有一台敞篷的 Lamborghini， 虽然车子在法国了，哎，法国是右驾吗？没有，左驾，左驾。那你如果回国之后会把车子运回去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两年之内不过户的话，就不用上很高的税。啊，应该是这样子。Brian Kenny 有可能会直接 all in 哦，他 cover 对手，那有一个 K high， 我觉得很有可能在 ICN 的一个策略，在一对一的状况，他 K 3有可能会直接 all in。他选择一个加注也是一样的效果，其实，他选择 all in， 的确是，他做一个大的加注也是可以的。面对目前对手太弱了，所以二十个 all in， 对，因为有二十个大盲注，其实 K high 大小盲注25个，对，也是可以的。来看一看我们的 Jayton， 他目前筹码量也是比较的岌岌可危，在这张桌子上，每一个人都目前。不能说自己有非常高的一个把握进钱圈，看谁是这个正 bubble 倒霉孩子。我发现这种超豪赛的这种 bubble 其实真的是不太好受了，因为你往前一鸣就两台兰博基尼，对对，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代价，690万港币也很多，对，非常多，就够一个普通人生活一辈子了。是啊，对啊，对。因为买一套房子，对。可以在二线的城市买一套很好的房子了。那 Brian Kenny 会不会直接 all in 对手呢？其实在这个筹码的巨大优势之下，很有可能会直接 all in。好，59 off 持续 all in。那 Dan Smith 一样是没办法跟住。他这边就算拿到了一个 King Queen 都觉得很烦，何况是一个 K 5，对，我只能盖牌了。因为不能 ICM 自杀，这里的 ICM 实在压力太大了，一个690万港币的 ICM 压力，你要想每年的 WSOP 和 EPT 这样子的主赛，这么多人去挤一个 Bubble。就为了可能10,000多刀的一个奖金，都要挤很久很久。啊，对对，何况是这样子的一个 bubble。
我记得 W 的时候 P 如果主赛是在 Bubble Time 的时候，我记得如果你是泡沫男孩的话，他会送你一张明年的，对，明年的一张门票，明年的一个门票。好 ，Adams 这边拿到一个非常大的起手牌 Pocket Queens。那我们的 Bonomo 在一个平常会跟住的十 J 同花下，这边会不会就直接盖掉了呢？这里盖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对啊，因为就泡泡期间嘛。对，因为你要看对抗的对手是谁，对抗的对手是筹码远远 cover 你的筹码量对他来说没有什么。哦，撞到了，这边真的算是我出乎意料了。偶像别死啊！ 好有胆哦！偶像别死啊！好有胆啊！哦，好吧，我们的波多摩可能是被你给奶死了。哎呀，天哪！别！因为这里也有，因为毕竟 Adams 是一个 Team Leader， 他的开支范围非常广。对，而且位置也比较靠后了。对，开支范围非常广，这下他撞了钢板啊，而且是隔离了他的上顺以及他的红桃圈的一个钢板。好吧，我们只能喊一下。八九七，哎呀，完了，凉了。啊，我们的 GG， 哎，我们的 Bonomo 居然就在这边出局了。其实如果这个 board 是反过来发，就先发红桃四、红桃三，那可能还希望还大一点。那我们的泡沫男孩是我们的 Justin Bonomo， 这位在去年叱咤风云的男人，拿下了$100,000买入报名费大型一滴水冠军的男人。然后现在桌上每个人都开心，每个人都有两台 Lamborghini 以上了。然后在大陆的话是一台，对，正正好好一台。对。啊，那我们我们的 David Peters 是真的苟进了，真的是苟进去，而且你看，苟着苟着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他从七个大盲，别人都是十几、二十几个大盲，变成了他十二个大盲的时候，另外两位玩家只有16个大盲，他很有可能会把 Peter Jetton 和 Dan Smith 都苟过。其实他们最后面三个筹码其实差不多，就是看一手牌的事情了。不过 David Peters 和Peter Jetton 都是非常能苟的人，对，非常能苟，他们的范围都番茄范围都很紧，而且形象也很好。我们的 Peter Jetton 是形象全桌最好的一位玩家，他的 Olin 可能不太会有人愿意去接他。目前我们的盲注是来到25,000，前注50,000。那现在已经在场上已经有一个在装袋的动作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应该会就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明天的下午北京时间1:30，我们会来继续帮大家转播 Final Table。那这边是由我大亨，还有阿童，还有我们的 Sinali， 明天会继续大家来转播。那大家明天见，晚安。好，大家明天见，晚安。